来尝尝看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韩式辣酱汤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可以多加一点泡菜，不仅仅提鲜，还增加了爽脆的口感。都说爱一个人就会千方百计的对他好，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豆腐的嫩滑加上辣酱汤的浓香，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当然肥牛卷是必不可少的，一碗不仅暖胃还暖心的辣酱汤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